بفكر أمان عمي ويسارا مش لعدة بنسا这是我们在街头相互分享的音乐，我们各自的语言的音乐。咦，你会不会好奇我们是怎样来到这里，这样真切地出现在你面前的？ Corrupt 结束身体练习时，我们闭上眼睛，这次导演请大家看下眼前的每一个人的眼睛，这些人将会在这一年和你紧紧联系在一起。我感觉到我真真切切地穿过迷雾来到了这里。语言并不是唯一传达的途径，而有时即使通过言语诉说，但由于巨大的差异，缺乏耐心而无法感同身受。或者我们都不需要其他人，所有人都感同身受吧。只是想告诉你们，你们带给我的不需要语言传达的情感，我都能深深地感受到。我知道我不是唯一那个上理论课上到想哭的人，我不是唯一那一个穿越过疼痛来到这里的人，我不是唯一那一个总是词不达意的人。我们词不达意，词不达意，词不达意，词不达意。如何翻译词不达意，但我们还是愿意倾听与感知。而有些时候，我们的共通点可能是当我们谈论母亲时会互相问起，妈妈用你的母语怎样讲吗？Smell of sex good like burning wood. So, some way.